你的老公死了，我的儿子为了他的女朋友易家，亲手害死了他。阿飞，我们现在都在警局，你放心，你爸爸妈妈玩得很好，现在就差你了啊！这天，怎么说变就变？要不我们去那楼里躲躲雨吧？好。爷爷，我看这山上都在掉石头，会不会有危险？要不我们回去吧？是啊，这里可是景区，安全的很，哪里会有危险啊？就你这件事。可是磨磨蹭蹭的，就你们事多，赶紧走。9月5日10:52，东城市发生五级地震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，救援工作正在进行，民间救援队已前往救援。下面有人吗？老头子，老头子，你怎么样？妈，妈，没事吧？阿飞，阿飞，你快过来，我爸他昏迷了。妈，你冷静一下，爷爷他爸那边更需要我，人命关天，一分钟都耽误不得。不，陈飞，你先帮我把这块石头拿开。妈，爷爷他爸那边更需要我，我一会儿就过来啊。婶子，这里是特大地震的震中，随时会有余震发生，你快跟我走。我不走，我老头子还在这里呢。您放心，陈队长马上就会带着搜救人员回来，您放心。老头子，你听见了吗？儿子马上就来救咱们了，你坚持住，老头子。阿飞，但凡你早点过来，我妈她也不至于崴脚了。不过今天还是多谢你。妍妍，这是我该做的。你这农村土小子还算有点良心，勉强够得上我家妍妍。叔叔阿姨，我一定对妍妍好。好了，我爸妈还没出来，我得赶紧去看看。我听你队员说他们优先救助老人，你父母肯定没事的。我还是放心不下，我还是得去看看。哎，小陈，我刚夸你有良心，这荒郊野岭的你就把我们丢在这儿啊。阿姨，可是我爸妈他们……哎呀，他们就你一个儿子，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，救援队肯定会联系你的。而且这里这么危险，你还是先把我们送去医院吧。老头子，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啊？这是我老头子的鞋，老头子。你在哪儿啊？行，先把你们送去医院吧。儿子，你快来救救你爸爸！同志，找到我家老头子了吗？现在我们尽力了。
求求你了，我跟你们跪下，我求求你们再去找找吧，他就在这。昨天我们找了几遍了，生命探测仪有没有任何反应？恐怕是不够。不可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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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他就在这里，我求求你们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只有尽快找到生命的遗体。什么？姐？老头子，你怎么说？姐姐，你还有家属吗？要不把他叫过来陪你。我有儿子，儿子可能在忙。忙？什么事情能比自己爹妈的安全还重要？是的，他老丈人在地震中出事了，他们送他去急救，他伤得比较严重，得先救他。爷，你别担心，我先送叔叔阿姨下山去医院检查一下。放心，我也是。妈，晨曦。叔叔阿姨，你们等我一下啊！妈，您怎么来了？爸还好吗？这就是你说的，比你爸更危急吗？妈，妍，他爸被碎石砸中了脑袋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脑震荡呢。这情况已经很危急了。这就算危急了？那你知不知道？就是因为你把你爸留在现场，所以妈，妈，你怎么了？阿飞，你在干嘛？快送我爸去市医院检查呀！马上，马上！妈，知道爸是不是因为我没去看他，所以生气了？您放心，我把妍妍他们送到医院检查完，马上就回来接您跟爸。你心里还有我和你爸吗？妈，你这说哪的话呀？爷爷他一个女孩子照顾爸妈很不容易啊，我作为他男朋友多照应他们一点不是应该的吗？他不容易，你爸爸影响这么大就容易了吗？妈，您今天是怎么了？没完没了了？是啊，我是没完了。够了啊，妈，您别在这跟我闹了，这样是我爸绝对不会给我没事找事儿。是啊，你爸他不会给你找事，这辈子都不会了。阿飞，你到底在磨蹭什么呢？马上马上。好了好了，妈，您在这就跟爸好好休息，把他们送到医院了，过来接您跟爸。好好，你爸等着你回来接他。小飞，小飞，爸爸，我在这儿。妈妈在家等我了。爸爸，我想坐高高。坐高高是吧？哎，喽喽。孙子，叔叔的遗体。妍妍，叔叔没啥事儿，休息休息就好。那就好，阿飞，还好有你在，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妍妍，快去陪陪叔叔吧。嗯，好。哎，等一下，张医生，麻烦再多开一份药，也许我爸他用得着。好的，要进口的。我爸他身体不太好。好的。
这是叔叔身边你姐姐身边。老大哎，小心小飞，你没事吧，小飞？啊，吓死爸爸了！我看有没有烫伤。哦，我哭了啊，乖。你担心啊？下次想喝水跟爸爸说，听到没有？啊？妈。妈，您这是在干什么？就因为我没有先照顾您跟爸，您就在这跟我闹吗？我闹？难道不是吗？妈，您知不知道这失踪都是我的同事，您这么做，我的脸往哪放？您可真是我亲妈。我不是你妈，我和你爸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妈，您在说哪的话呀？今天是我不对。您快告诉我爸在哪儿，我给他带了进口药。你爸又不孝了。妈，您这说哪的话呀？您快带我去找他啊，快。你放开我，我哪也不去。妈，您别在这跟我闹了，爸还等着呢。阿飞，你去哪儿了？赶紧回来送我们回家呀。啊，好了妈，爷爷那边有急事，您把药记得给爸吃了啊。老婆，从今以后就只剩我一个人了。小陈啊，今天多亏了你啊，以后爷爷要是嫁给你，我们可放心了。阿姨，这些都是我该做的。您看我跟爷爷的事儿什么时候能定啊？这事儿不得让你爸妈来见见我们啊。明天吧，阿姨，明天上午我来接你们。那行，叔叔阿姨到了。啊，叔叔阿姨，好好休息啊。我妈现在应该还在生我的气吧？算了，这么晚了，她应该睡。明天再打。小浩，今天谢谢你。婶子，您别这么说，我就是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。程飞呢？他咋不在？他忙，就不麻烦他了。有啥事能比自己亲爹的丧事还重要？在咱们村，这可是要被戳脊梁骨的。自己能行？您呢，就是太倔了。走吧，我先送您回去吧。爷爷，阿姨，快请进。阿飞，你家里怎么没人啊？哦，我妈她现在应该还在生我的气吧？打了好多电话都不接，不过没事，自己也难决定。这亲家母，好大的架子，还没进门呢，就给我闺女气受。阿姨，
然后他年纪大了，经常忘记带手机，他肯定不是这个意思。最好是这样。小陈啊，你家住的地方也太偏了，多久的房子了呀？还有股潮味。你妈说正事儿啊，那我就明说了。陈飞，你想娶我家妍妍，可以。彩礼你要给多少？阿姨，我爸妈之前咋了？八万八。八万八？陈飞，你在逗我呢？啊，这么点钱，你打发要饭的呢？那你是说彩礼要多少钱？我家一定想办法。66，这个数吉利。低于这个数啊，咱们一切免谈。66万，阿姨，这也太多了吧？阿飞，难道在你心里我不值66万吗？爷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女儿这么优秀，别说66万了，就是166万，没有人抢着给。行，66万就66万。哎，阿姨，现在没这么多钱，你再多等我一段时间。你把这房子卖了，不就有钱了吗？这是我爸妈攒了一辈子钱买的房子。你们乡下不是还有房子吗？反正他们也住不惯城里，你乡下不就好了？可是什么可是？谁家娶媳妇不花钱呢？啊，你以为我稀罕你那点钱啊？我要的是你们家的态度，给我女儿一个保障，懂吗？阿姨，爷爷。哎，妈，你回来了，这拿的啥呀？这是你爸。算了，这都不重要。妈，我跟您说个正事儿，我打算把这房子给卖了。卖了？什么？爷爷说这里房子太偏了，我们打算结婚了，买新房子，搬到市中心去。您拿这破鞋干什么？它不脏吗？这是破鞋。哎，慢点！哎呀，你没事吧？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您这布鞋都破成这样了，咱换一双吧。没事，婆家，让你妈妈缝缝，你可以穿好几年，你可以给你交学费了哦。哎呀，爸，哎，等我长大以后，我要给你和妈妈买好多好多新鞋。真的？好，那爸爸就等着小飞给我买新鞋咯。好，饿了吧？走，带你回家吃饭啊。妈，我忘了跟您说了，跟妍妍打算17号结婚。17号。对，我丈母娘说这段时间就17号是个好日子。17号的确是个好日子，双喜结义。对啊，是个好日子。婚礼那天您跟爸就在家等我把爷爷带回来。不用了，我跟你爸17号没空。哎哎，妈，您还在生我的气吗？哪有儿子结婚父母不参加的呀？17号，我跟你爸在南陵路47号等你。47号。哎，妈，爸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妈，您开门啊！开门，妈，妈。老头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儿子来送你最后一程。南陵路47号。陈飞，哎呀，你怎么现在才懂啊？别人都等着急了，快走！我妈让我去趟南陵路47号，我想过去看一眼。还要做接亲呢？你现在就去找人，你脑子烧坏了吧？阿姨，可是我……你结婚，你父母白不过来，现在还要把你票走，把我们家当什么了？我妈肯定不是那个意思。陈飞，我警告你，你现在要去找你爸妈。
今天这婚就别结了。哇，走啊，先走着吧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婶子，别再难过了，叔看到你这样，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息的。你不懂。我给他打了20多个电话，没有一个接通，现在手机直接关机了。你说这办的是什么事？陈瑞的丧娘心的，自己没爹死，还用心思办婚宴，真不要你！幸好我没有去他的婚宴上。呸！狼心狗肺的王八蛋！秦先生，再不开始的话，时间就要过去了。婶子，等不到了，开始吧。不要啊！不要！老头子，不要！老头子，不要！老公，怎么了？没事。谢谢。奶奶，谢谢啊！来。谢谢。来，出发，良辰吉时。小浩，我们带你叔回家。圆圆，你今天真漂亮。房产证我只写了你一个人的名字，回去后我就把工资卡一并交给你。嗯，暂时下。爷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外面这是怎么了？他们怎么像是办丧事的？真晦气！是陈飞他妈。外面怎么了？是要让陈飞知道，那我就混进他爸的家庭。不行，我的婚礼不能出任何乱子。怎么了？哎，我们这边有个习俗。新郎官在接亲路上不能下车，下车了会影响以后运势的。还有这种事儿？嗯，好吧，那我就不下车了。放心，我会让爸妈都给我们解决。爷爷，别想毁了你的婚礼。红白相撞，自古以来都是红让白。不知各位是否行得方便，让我们先。不行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可是我们家的大喜事，天大的事情呀，都得给我们家让道。陈飞呢？让他下来和我说。陈飞哪有时间搭理你啊？赶紧让开！今天可是我们结婚的大事。你们耽误不起，耽误不起。你不亲爹办丧事却跑来结婚，现在还要大张旗鼓的让我们知道，这天下还有这样的道理吗？不管你说什么，今天是路你让也得让，不让也得让。
外面怎么了？怎么还吵起来了？哎呀，遇到些胡搅蛮缠的，肯定是会吵起来的。没事啊，让陈飞下来见我，让陈飞下来见我。我怎么听到我妈的声音了？哎，对，你一定是太累了，听错了。陈飞他们死活不肯让我们办。对面是乡下的吧？你拿点钱给他们，他们一定会让的。要是他们不走，他们不让怎么办啊？软的不行就来硬的，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耽误我跟妍妍的婚礼。行，这事我给你办了。怎么还要动手吗？动手怎么的？今天你们想毁了我们家的喜事，我弄死你们！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你们干嘛？干嘛？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干嘛？老婆子，别和他们废话，咱家里等着喝喜酒呢，把他们赶开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陈飞！你要干什么？你们让不让？让！你杀了！你把他放下！你把他放下！让不让？有一个好商量，不把他们放下！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，三秒之后，如果我让，我就直接杀了！你，我们杀！不行啊，梅姨，这个不能让啊！白让红是大忌，小飞他爸左眼左不爱我呢。就是，不能让。林梅英，你可想清楚，你男人的骨灰盒还在我手上呢。我没事。嘿，来，我们走。走吧，闹了这么一通，又会打人了。阿姨，那桌都是什么人啊？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啊，那些都是我村里的发小，从小关系就好。你放心，我去跟他们说说。各位兄弟姐妹，今天我结婚，大家都开开心心的。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你别敬我，我可不敢喝你这酒。怎么，是我哪里招待不周吗？这样，我要是哪里做的不好呢，你们尽管提啊。这些年啊，你们也没少照顾我。来，陈飞，你少在这装大孝子。就是，现在装什么大孝子？你这哪的话呀？我哪里装大孝子了？少给我装饭！你没装孝子，爸妈就……爸妈在跟我怄气呢，我请他们都不愿意来。呸！没良心的小子，你爸妈是不愿意来了吗？你爸来不了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爸他怎么就来不了了？来不了了，爸死了啊！听明白了吗？这不可能！阿飞，都是干嘛的？难道是的吗？哈，这就是你那尖酸刻薄的老婆啊！我呸！要不是你在身旁吹那耳边风，陈叔也不至于惨死在地震中。你的心怎么就这么歹毒啊？阿飞，陈飞，你在你丈母娘身边孝敬，你连你爸最后一面都见不到，我们村怎么会有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人？看着这小犊子，这酒我是一点也喝不下去了。走了，回村。你别走，你告诉我，你刚才说的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是真是假，你自己回村看看不就好了。对，回村。阿飞。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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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飞，你怎么还敢出现在婶子面前？你这个不孝子，快滚！这里不欢迎你。猴哥，这不是真的。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妈，
这都是你跟妈悄悄好来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快把妈找出来，妈找出来，我跟她道歉啊！道歉？不用了，你去你爸的坟地忏悔吧。妈，您别开玩笑了，你快把妈找出来吧。陈飞，你看清楚了，这是你爸的死亡证明。死了，他真的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没有早告诉我？我都没来得及见我爸最后一面。我没有告诉你，陈飞，是你让你自己没有见到你爸最后一面。什么？我错了，师傅，师傅要丢下我。人都走了。你现在回来还有什么用？只是来的孝顺，你爸受不起。阿姨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阿飞真心实意对叔叔的好，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。爷爷，这里最不会说话的就是你。妈，爷爷是您的儿媳妇，就算您因为爸的离开而难过，也不能把气撒在爷爷身上吧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护着这个女人？知道你爸是怎么死的吗？你爸死在地震里，你明明有机会救他的，但是你选择，放弃救他最后的机会。你爸都是因为你而死的。居然是死在地震里。他可是老程的亲儿子，亲儿子养的还不如没关系的外人，真恶心！哼，你说他还是救援队，我看啊是被某些狐狸精迷得找不着北了。喂，他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你主动救的我爸，跟我们家可没关系。妈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判断失误，但是我们救人不应该先要救更需要帮助的人吗？这一切跟爷爷都没有关系。更需要帮助的人，就是这个不小心撞到头的人吗？妈，我知道您埋怨我，但是您不能恨我，也不要胡说吧。在没有确诊之前，我也不知道具体伤情如何，我只能根据经验判断。让开！好好办。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早要遭报应。浩哥，我爸一直身体很硬朗，你知道的。爷爷他爸妈拉扯爷爷不容易，所以我才……爷爷父母不容易，一书婶子养你半辈子就容易了吗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好好，都是我们家的错，行了吧？陈飞，你跟我们走。阿姨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是我妈说话不对，冒犯了你。妈，整件事情都是我的错。可是，你也有问题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，害我没能见成爸最后一面？呸！程飞，你真让人恶心。他没有告诉你吗？是你自己好赖话都不听，自己错过最后见到叔叔的机会。是吗？这个手机里面，是你爸给你留的最后的话，你点开听听吧。你爸到死都还牵挂着你。什么？你自己点开听。啊，我这次是躲不过去了。你爸说话有些偏激，但当时都是为了你好。爸走以后，人们相依为命了，就只有你妈一个人了。你要好好的照顾我妈。妈，爸带你来大半辈子，也活过来了，爸就是遗憾。
没能看见你成就。放你回来，你回来就能感觉了。婶子，婶他已经走了，不希望看到你这么伤心。心中他的遗愿，好好活下去。爸，你干什么？爸，你干什么？爸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还要抢叔叔的骨灰吗？程飞，你这么希望，就最后一面你没能见到。在路上，还要让叔叔给你的婚车让路。你好大的脸啊！什么让路？你什么糊涂？刚刚回村的时候碰上你的婚车，竟然让我们给你让路，不然就摔你爸的骨灰盒。良心啊你！那是我爸的灵车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，孩子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知道？你不知道都不愿意下车来看一眼吗？我们家也有风俗啊，新郎官又不能中途下车，看搞大没大？狗屁的风俗，你个丧德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们这群小蛮佬，不懂法，我要揍你们！程飞是我们村的，他就归我们管，呸，就该打死你！你们要。你不拦着点，你就看着你儿子被打死吗？哼，你的腿不能拦。哎呦，这亲妈要打死儿子和儿媳妇呀，这没天理了呀！妈，我程飞，你可想清楚，是你妈重要，还是我女儿重要？你妈是要一个平凡。你是要回去和我女儿过一辈子的。儿子，冤死不能复生，日子要往前看。妈，你也跟阿姨说的有道理。我一个相公，你的后果是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我知道。我是我们活着的更应该珍惜眼前。这不是爸的遗愿吗？相信爸会理解。说到底，你还是为了孙爷爷。妈，爷爷他是我老婆，我现在只剩下他。当年还有心吗？我才是要跟阿飞过一辈子的人，他当然会维护我。老头子，你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们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。妈，算我求您了。就算我开了，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不管您的。我每个月都会给您打钱。玉门英，说到底你是找你儿子来讨钱的吧？我告诉你，没有，一分钱都不会给你的。你不会就是死了个丈夫，还想让我们家赔上钱财吗？滚！既然如此，从今以后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。妈，你要跟我断绝关系吗？我是你亲儿子。我跟你爸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母子哪有隔夜仇的？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。我去你丫的！小浩。让他们都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你们这群混蛋，滚出我们村！阿飞，我们快走吧！滚！妈，下次再来看你。妈。你又回来干什么？我回来看看你啊。妈，这个是妍妍给你买的补品，你看一下。他又往你身上送。妈，妍妍不是你想的女人，你别再误会她了。陈飞，
你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。带着你的东西，赶紧给我滚！这个家不欢迎你，以后也别再来了。哎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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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严总，我马上下楼了。你去吧。我不出门赚钱，等你养我。被开除，躺家里躺一年了，都不知道重新找工作。我已经在找了。那就等你找到再说吧。你。妈，这是刘总啊，你的项链。哎呦，呀，这才是我要找的金龟婿呀、啊！没像那个陈飞，穷光蛋一个。哎呀妈，这么高兴的时候，听那个晦气东西干什么？刘总说了，等他和他家那个黄脸婆离了婚，就娶我。这是春光。走开。好好好，爷爷啊，你要抓紧，可不能放过。那个陈飞，你打算怎么处理啊？离婚啊！要不是他耽误，我早就当上了。那就好，你要记得，这套房子是咱家。啊！这些年，只是过够了。想给我戴绿帽子，当初就是因为那个贱人，我就放弃了教育。我他妈，这他妈不是人！你怎么那么没用？嫁给你真是倒霉。去哪儿？嫁了个窝囊废，我自己不找钱能活吗？你这也反省吧。我他妈！当然，我要让他一分钱都不要。你爸都是因为你而死。你放心，我会结束这一切。这都几点了，真耽误事。你还知道回来啊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小飞又长高了。
儿子走了，您多保重。落叶归根，老头子，儿子，一路走好。